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我这个讲，我希望各位去找出这个问题，到底你事业不顺，身体不好，是什么原因？除了你的心态要靠佛法，但是实际的因缘是什么？我们去了解。但是了解以后，你了解了，我希望，譬如说堕胎小孩，我是这样想的，我最好给各位100个名字，不是你有100个堕胎胎儿，是。你超度自己堕胎小孩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其他堕胎的胎儿。我有2个堕胎的胎儿，我当然努力帮他啦。但是我现在碰到女生跟她熟了，我就问问她，你有没有堕胎胎儿？如果你有那个悲心啊，这个堕胎胎儿一定想要让你知道，因为她很痛苦，她不是要找妈妈麻烦，是她很痛苦，了解吗？她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黏在妈妈身上，他也痛苦，妈妈也痛苦，但是妈妈又不理他，所以他更痛苦。但是你现在，我告诉各位，任何一个鬼魂都有他心通，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你不能骗他。但是你有心要帮助他，他就会创造因缘让你帮助，你晚上就会做梦，或是他妈妈跟你讲完话，他回去就做梦了。就像我上回有一个电影导演啊，他来找我，他说他妈妈堕胎3个小孩子，叫我帮他写牌位皈依三宝，所以各位最好请法师帮他皈佛皈法皈僧，帮他取名字，这个小孩子就很快乐，哦呦，皈依了又有三宝加持，然后帮他写了3个给他，叫他做功德。隔天早上还打电话，哎，师父师父，完蛋了，你跟我皈依完，晚上我就梦到我开一部摩托车坐3个小孩，后面还2个在追啊。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你有堕胎？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啊。那你再去问你妈，我就不好意思讲。结果他就打电话问他妈，他妈就在哭啊。他妈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你不能怪我，我跟你爸爸在一起之前有一个男朋友，堕胎2个小朋友。”我那时候非常的感动，哎呀，佛菩萨加持，哇，这个小孩子也会来追啊，他做个梦了啊。所以我跟他讲，没关系没关系，你跟你妈妈讲没有问题没问题，对不对？孝顺妈妈，你外面几个都没关系。所以就帮他在写，他就没有在做那个梦。但是写了以后也不代表小孩子就超度了，意思说，但至少小孩子知道说，你要帮助我了，你对我有人，记住，来，小孩有人爱了，这句话最最最最最最重要啊，千万不要很无情的，我帮你写牌位，我帮你出钱，然后你没有爱他，他没有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像各位，你要超度你的父母或祖先或七世父母，佛教最重视七世父母，你没有表达出你对你父母的孝顺跟感恩，你是没办法超度他的。不是说我有多少钱出多少钱，然后你一定要超度，我帮你写牌位，他感受不了了。我想这些做功德，这些是用你的心，就像你送给你太太花，哎呀，你真心的对她好再送给她花，再便宜的花她都快乐，对不对？因为心态，
万法唯心造。所以我这样讲就是说，各位在超度这些堕胎胎儿，或是你吃掉的这些鱼啊、虾啊、牛啊，那你就要用这个惭愧心，而且你发愿，我今天开始会对每一只牛都很好。所以在路边，我有一次去印度啊，西京，然后回到印度市区的时候，路边有人在杀牛，我就起了一个心，哇，好可怜。结果我上飞机就开始脚非常痛，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我起了一念悲心，就是怜悯心，但是也不是慈悲心，我没有超度，我只是说他们很可怜，那些牛在我身上。结果我就脚非常痛啊，酸又痛，贴也没用，打针也没用。后来我就想到了怎么做，我就去买一把稻草，就牛吃的草，参加法会放在那边，我就没痛过第二次了。因为牛是吃草的，原来如此，他吃的草然后再来超度他就可以。所以我想我会建议各位堕胎胎儿，你就要帮他买玩具啊、牛奶啊，他就很快乐。对老人家，那老人家喜欢吃的素的，你不能买肉啊，素的。甚至今天你去买一件老人衣服，你爸爸喜欢穿的，然后跟爸爸，我帮你把这个老人衣服送去给老人院，功德回向给你，他很感动的。你说你替他来做，他就有衣服穿。不然如果你这个人很怕冷，是因为家里有人在恶鬼道，寒冷没有衣服穿，所以你会感觉你怎么穿都是冷，你会感受到那个痛苦啊。所以那你了解，你就帮他送这个衣服，然后这个是让他先得到暂时的快乐。第二步呢，那佛法的快乐。所以你们去参加法会，像今天参加法会，你就可以观想他们也一起来参加法会，皈依三宝，得到功德，或是你到寺庙也可以。好，所以我们现在来念一下好不好，借这个机会，然后呢等一下也会发给各位一杯米水啊，然后我们也来对他们上供下施啊，来给我念。南无大悲观音菩萨，南无大悲观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愿累劫累世往生父母，一切眷属为离苦者同来法会，愿现世过去世所有冤亲债主所杀所吃各种动物亡灵，乃至流产胎儿附着身上各种众生亡魂，法会内外所有友情同来到场，同享功德，一起皈依，一起忏悔，一起解脱，同生净土，皈佛，皈法，皈僧，皈佛，两足尊，皈法，离欲尊，皈僧，众中尊，所有友情，各种债主，杀业债主，金钱债主，感情债主，口业债主，动物亡灵，归佛，永不堕地狱，归法，永不堕恶鬼，归生，永不堕畜生，皈依佛陀，皈依观音菩萨，皈依地藏王菩萨，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身净，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身净，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身净。好，愿他们的法号叫妙乐，乃至呢啊，妙心都可以，最好是你把你法号送给他了，对不对？你觉得你很喜欢的法号，然后我们现在引导他皈依以后，现在我们来向他们忏悔，好不好啊？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过去错了，我们过去都有吃虾子、吃鳗鱼，搞不好有人吃过青蛙啊，吃过蛇，但是杀过他的命，然后堕胎。包括历代祖先七世父母，我们不知道我们欠他债，但今天我们信佛法了，信轮回了，我们承认了，
我们向他忏悔，啊，虔诚的忏悔。那忏悔以后，我们要对他发愿，要来好好的对待他们。然后再来呢，我们要发愿。那当然最大的愿就是成佛的愿。当然我们一步一步来学释迦牟尼佛发愿，那以这个发愿的功德来回向给他们。来念一下，从今以后，从今以后，直至成佛，直至成佛，愿断一切恶，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誓度一切众生，受持戒律，受持戒律，常行布施，常行布施，受持斋戒，受持斋戒，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一心念佛，一心念佛，引导众生，引导众生，冤亲债主，冤亲债主，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往生净土，成就佛道，成就佛道，普度众生，普度众生。唵菩提吉达，唵菩提吉达，穆德巴，穆德巴，那亚米，那亚米。好，那我想各位，不是光今天。最好各位每天养成习惯，在家里，然后一有空，有佛堂哪个拜殿，就跟他们忏悔啊。当然你忏悔还不够，替妈妈忏悔，替爸爸忏悔，替儿子忏悔，哪一天他们也会了解啊。那这个人对你不好，一定是你过去对他不好啊。那你学佛了，就不要怪东怪西，所以这都是因缘果报。所以我就观想跟他忏悔这样了。所以有时候别人伤害我很严重，我现在学佛啦，我就观想他就是佛一样，他的脸，佛的脸变他脸，我再给他忏悔，向他忏悔，那希望他也变成一个好心的人，这样而已啦。并不是说你不要来害我，你不要来害我，是因为你用佛的力量转变他的心，他自然就会去做好人，这样就好了啊。但是如果我们欠他债，我们要心甘还债，你越心甘情愿还债，你就债越少，你越不心甘情愿还债，两分变四分，四分变八分，很可怜的啊，你就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所以因为我们不了解因果，如果你有宿命通，你都会心甘情愿。你要修慈悲心之前，先要修平等心，你不能说对这个好，对那个比较不好，你要有三个方法。对不认识的，你也要学习关心他，各位要练习。对你贪心的，要慢慢放下一点，不要执着。对你恨的，进一步还要接近他。你要修这三个哦，这三个不是光听哦。不认识的多关心他，贪心的慢慢放下，恨你的要主动对他好。那你这三个修了，你才可以修平等心，叫冤亲平等。那你这个平等心才可以慢慢变成悲心，有悲心以后才去修菩提心。那你发愿修菩提心，这样还不够，还要修最难的，也是密宗最难的，念一下自他交换。你要修真正的悲心菩提心，你要主动的愿意去承担对方的痛苦，你千万不能怕，不然你就没办法修真实的菩提心。修真实的菩提心是一方面要把这个我消除掉，我这个魔鬼消除掉，所以你不能怕自己受伤，你还要承担对方的苦，从承担对方的苦打掉这个自我爱惜的魔鬼，还可以修大悲心。就像十六世大宝法王，他要就算他生病，他也要发愿承担所有众生的癌症，这样啊。啊，所以十六世大宝法王是在我们美国设报的，修这个自他交换。那你不是修这个自他交换，这也是佛里面讲的方法，自他交换。释迦牟尼佛就体悟这个道理，所以比弥勒菩萨早成佛。那如果你真的要修，那你就要观想别人的痛苦都把它吸过来，自己的快乐给对方。你要开始练习哦，这不太容易啊。啊，就像蒋公康楚的祈愿文，愿我的健康布施给对方，愿对方的病苦给我，愿我的快乐布施给对方，愿对方的嗔恨给我。他随时都这样修啊，随时都在这样修。那你要一直练习，练习到真的，你不能逃避，逃避啊，逃避我想要追求快乐的痛苦给别人，那你没办法修菩提心了。所以佛伟大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回向一下好不好？我知道，回向，
我们先回向，先放这边。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南无一切龙天善神，愿以威神加以护住。我今召请十方刹土，尽虚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以三宝威神力故，悉至我所，破地狱。嗡切来地耶沙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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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切来地耶沙婆诃。自具如来，南无阿舍迦斯帝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嗡智喃喃那我婆须地利地利吼，南无阿舍迦斯帝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嗡智喃喃那我婆须地利地利吼，南无阿舍迦斯帝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嗡智喃喃那我婆须地利地利吼。普照勤，南无波波地利切利多利丹那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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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波波地利切利多利但他耶多耶揭缘揭嗡三多来揭多沙婆诃，嗡三多来揭多沙婆诃，嗡三多来揭多沙婆诃。还咽喉，大家把水米拿起来，我们要点水，用杯心，这个水发光，他们身上的痛苦都没有啦，嘴巴各个打开啦，不会吐火啦。那希望大家每天都点一点，太容易了，太慈悲了，来。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丹他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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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但他耶多耶灭定耶，嗡波来摩林多林沙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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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米先放旁边，再来要给他们药。以后各位你可以直接用中药粉给它点燃，它就很香了啊！特别你的父亲是胃病，那就买一些胃药粉布施给所有胃痛的众生，这个是消除胃痛最快的方法，就这么简单。你头痛，那我布施头痛的药啊，头痛的方法给人家啊。那现在大家念一下，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我们念药师咒，如果不会念在82页，那各位最好把它背下来，背下来。药师咒，消灾发财，正知正见，延寿发菩提心，往生净土，都是这个咒。药师灌顶真言，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罗波诃那奢耶耽他乾多耶我那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耽遮耽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所诃，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罗波诃那奢耶耽他乾多耶我那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耽遮耽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所诃，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罗波诃那奢耶耽他乾多耶我那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耽遮耽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所诃。翻回来第几页？31页。普供养他们得到所有一切，来。嗡耶耶喃三宝哇，法子来哄。嗡耶耶喃三宝哇，法子来哄。嗡耶耶喃三宝哇，法子来哄。像这个香，我下回会请他们寄进来。这个是甘露香。味道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纯粹的食物五谷杂粮还加药一起做的，如果又很便宜，因为这个是我们信徒自己做不买卖的，
但是做多少算多少，然后记进来，然后大家就分一分了。但至少你每天插一根也好，对不对？那一根两个钟头，你可以为他们念心经大悲咒，那这个味道很舒服的啊。然后这些众生马上，因为大部分的鬼啊，他没办法马上吃东西，但是他是吸这个味道，特别里面有药。如果你亲戚朋友会做香的，请他自己做。如果不会做，各位自己用粉也可以，自己泡嘛，五香粉加一点奶粉、椰子粉，反正点的燃都好了啊，不用点太多，只要有那个味道布施出去，但是力量很大。所以如果能够做很多送给人家，到处结缘，功德很大啊。然后我的想法是，做好以后我们出家人全部把它念好，大家就不用念，反正负责点就好了啊。然后这样非常好，我现在还做成那个24小时了，懒人用的，念完一次24小时，它慢慢慢慢那个圈嘛啊，它就慢慢布施出去。好，各位把那义工菩萨把水米收一收，收一收，然后拿到外面啊。今天纽约大请客啊，这里面不是水米，而是充满一切。然后拿到外面最好分几个地方放，分几个地方，因为不一样的种类的众生，他们分一下，这个收一下，收一下。施无遮，我们念晚上来。汝等鬼神众，我今施汝供，此时遍十方一切鬼神供。嗡牟尼梭哈。各位右手这样朝下，昨天有教各位，流出去，流出去啊，来。嗡牟尼林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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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牟尼林梭哈。三坛子。嗡嗡嗡。31页，虚空藏咒。那各位现在你不念也没关系，你有个信心跟悲心观想。哇，他们要 Gucci 的，哇，他们要 Dunhill 的，他们要麦当劳的，随便啊，他们想什么都可以，吃到什么用到什么，就虚空藏咒来。那么萨瓦旦达格达巴尤比修穆格贝萨瓦达甘乌嘎德萨巴赞长伊曼嘎嘎那刚说哈。那么萨瓦旦达格达巴尤比修穆格贝萨瓦达甘乌嘎德萨巴赞长伊曼嘎嘎那刚说哈。那么萨瓦旦达格达巴尤比修穆格贝萨瓦达甘乌嘎德萨巴赞长伊曼嘎嘎那刚说哈。最重要的要超度他们，这个咒最好各位背下来，不动佛心咒。经典说水、沙、米、风、阳光、光线，你只要念这个咒，阳光变佛光，风变佛的风，米、沙都变成甘露。所以各位，你到菜市场、海鲜店、超市有很多死掉了或活着，你就默念这个咒，然后撒一点水出去。如果没有水，声音让他听到都可以。所以我希望各位这两天一直发这个咒给各位啊。你有时候到超市太阳底下拿出来一下，反光一下，好不好啊？就反光一下，透过光，透过光去照他们。所以经典说，这个人意外死亡了，你把他拿出来，让他在他身上照一下，这个人就不会堕落上恶道。所以各位身上要多带一些能够利益众生的，然后你又会直接念，那最好你能够念的这辈子念满了10万遍，你只要开口讲话都有这个光啊。就像一个人每天念5遍大悲咒，你的声音永远都在利益众生一样啊。所以要把你的声音变成功德啊，把你的心变成功德。所以大家念不动佛心咒，观想蓝色的光，超度这些所有的亡魂排位，包括我们也得到超度。因为我们念不动佛心咒，这辈子就不会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就不断的在消除我们的业障烦恼。来，那么赞那赞呀呀，嗡干干尼干干尼罗扎尼罗扎尼卓达尼卓达尼扎山尼扎山扎提哈南扎提哈南萨瓦噶曼巴南巴南那美萨瓦萨卓那么扎说哈，那么赞那赞呀呀。
嗡干干哩干干哩罗扎尼罗扎尼卓达尼卓达尼扎沙尼扎沙尼扎迪阿南扎迪阿南萨瓦嘎曼巴南巴南纳米萨瓦萨卓南扎梭哈南摩扎那萨亚亚嗡干干哩干干哩罗扎尼罗扎尼卓达尼卓达尼扎沙尼扎沙尼扎迪阿南扎迪阿南萨瓦嘎曼巴南巴南纳米萨瓦萨卓南扎梭哈七佛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再跟我念一次，愿所有往生父母祖先，愿所有往生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有缘众生，有缘众生，流产胎儿，流产胎儿，动物亡魂，动物亡魂，所有人类亡魂，所有人类亡魂，附着人类身上，附着人类身上，各种冤亲债主众，冤亲债主众，六道有情，六道有情，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深信因果，皈佛，皈佛，皈法，皈法，皈僧，皈僧，皈三宝，皈三宝，皈佛经，皈佛经，皈法经，皈法经，皈僧经，皈僧经，信愿往生，信愿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只要愿意相信有阿弥陀佛，有净土，所以而且真心的发愿，不管你从地狱到来，只要你能够来现场，你就可以当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念佛，哪怕十个念头都可以往生净土。所以我们来念，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我相信，我愿意融入，叫南无的意思，皈依啊。所以他们愿意，那我们念十声阿弥陀佛，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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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那现在我们要观想，哇，他们通通可以坐在莲花，阿弥陀佛接引啊，观音四字清净海会菩萨引导他们坐在四种颜色莲花上往生净土，我们用唱的。那各位呢，你不唱也没关系，一直观想，不分是北美洲、欧洲、印第安人、动物，你想得到的众生，你喜欢狗、猫、牛，你想得到的，特别过去我们吃它很多的，各位多观想他们超度，对他们慈悲啊，那他们都可以往生净土。来，愿生西方净土中，求遍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无生，不退不